本所以上午10:10左右接获民众报案，新农路222号前有发生交通事故，经警方到场处理，为诚信民众驾驶货车以转弯路口前违规跨越双黄线，造成对向驶来的阳性机车骑士闪避不及，擦撞车尾，再碰撞至后方的自小客车后倒地，经送医后所幸并无大碍。违规货车驾驶本所依道路交条例第45条第1项3管举发。